禽流感疫情哈，那 H5N1 这个病毒株在全世界都是在大流行哈。那根据统计资料，大概从1月到12月25日，总共全世界大概有5500多场哈。那如果 H5N1 就占了96%的这个比例了哈。那在我们北边的韩国跟日本，他们的发生数也都将近50场哈，所以整个全球上这一波疫情是非常的严峻。那相对的，我们在最近的禽场方面，当然也从水禽到陆禽都有发现到这个病毒株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醒这些养禽农民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。是，他们就会有一个在流行上会有时候会有一个比较优势的病毒株了哈，像我们之前的这个在104年哦 H5N2、H5N3、H5N5、H5N8，但是后面留下来就只有剩下一个新型的 H5N1。H5N2，那从去年开始，在候鸟的监测还有全世界的流行，就变成一个 H5N1 的这个流行的病毒株。那今年就这样子跑到我们的禽场来的哈，从后两监测我们也发现了，从北边的韩国、日本我们也发现了，那这时候我们就提升这个防疫的警戒，那很不幸真的就跑到我们禽场里面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去面临的，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挑战。是没错，家禽最容易看到它的是扭紧那步伐不稳甚至就是侧瘫在一边这样子，那对对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是是是。